哎，奇怪，这么难唱的时候，不是应该的？另外一个、就是，哇，好有舞台魅力哦！哎呦，我真的是啦，我哎，你是唯一，我们的节目进行到现在，你是唯一一个有人 follow 你，然后到舞台上面一起嗨的耶！我刚刚有塞给他120块。说成功，哎呦，这一定也会累哦。对呀、啊，我们在后面也忍不住，就觉得跟着你一起嗨起来。来，你从哪里来的朋友？都给枫叶的朋友掌声鼓励一下，枫叶区。请问一下，给你多少红包？今年不多。就他给你多少红包？是不是啊？你已经在考他了。他刚说啊，不多了，不多，是妈妈没给你很多嘛，对不对？加的两包而已，包也给加的。啊，两包而已。好，那我再唯一过来的是唯一在那里的，他马上就要准备上台了。那点多，要甩掉的。啊，我刚刚。那是那所以等下唯一表演。哦，你说顺便喜欢我还是真正？顺便喜欢你们。哇，顺便喜欢我。所以哇，我进来这边有赚到，我多了一位观众，然后你多了一位粉丝。真的，而且呢，刚刚我想说好了，待会就下去带动，没想到就这位那个来自丰原区的那个帅哥就给他跳出来了哦，叫你怎么样？当初来说两个我爱你们这样子。哦，那我们都爱文英了。好，那我谢谢这位来自丰原区的这个帅哥。主持人还有这些绝活才行，对不对？越来越难赚。我在你旁边，我就觉得哇，我这好没有才华哦。开玩笑，你是张嘴。你是那个 T 台的优质女主播呢。好的，真的掌声鼓励一下。哇，我今天就来访问你一下了哦。那你刚刚从一开始，你一开始到现在，你非常努力为大家主持，然后刚刚又献了两首歌曲，而且呢，我们来自丰原的朋友还到台上去热舞，然后我们的镜头有 cue 到他。然后你今天来呢，又赚到了好多的粉丝，给你掌声。我应该会爱访他，待会我来访他。对对，那我想问一下，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原住民族人朋友，能帮我们台东的乡亲朋友介绍一下。其实我们是原住民之夜嘛，然后本身呢，我也是来自日月潭。日月潭有全世界全台湾最少的民族，叫做什么？好，刚刚有讲少主的去香肠可以打八折。哇，他的名字香肠打八折。小梁名字香肠打八折。小梁啊，真的是我们算是我们原住民歌坛的新势力哦。因为呢，他自己其实有组一个乐团叫做红谷乐团。红谷乐团在我们中台湾地区也算是小有名气。号称是全台中台湾的天团。你们是中霸天是吧？是中霸天。因为其实我有几次机会到中部，像是南投啦，就是跟我们的原住民族人朋友一起同欢。然后小梁他那时候跟他的乐团也都有参与表演的节目，我觉得很棒。嗯，希望有机会呢可以到台中来为大家表演。而且呢，这个小梁他们这个乐团非常优秀，他们也是会常常唱一些我们原住民的这个传统的歌曲。那么小梁也很特别的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希望你将来有一天可以出自己的唱片那因为呢，他曾经在我们的原住民族电视台的原氏英雄榜的节目，他曾经拿到第二名，帮不帮给他一个鼓励好吗？